慎的，稍微一不慎呢、就有过失，连这个分彩划线他也有过失在里面。他这样子讲啊，金刚空行经营，一一彩色宽，门量20分之1，若色不平整或弯曲低下，闻低无成就，弯曲生热恼，高亮一小指，因端直而会，出则生疾病，低下当损财，弯曲互相逞，断则失地死，若非右绕化，财土被绝华。哦，规矩很多。这个画线画断了，你那个线条啊，这样一画下去，结果没有接好，断了。他说师弟会死掉。我觉得哎，很好的，反正不是自己死掉，师弟会死掉。他这个写的很妙啊，这个断则师弟死，表示有人会死，就是了，不一定只说一定是师弟死。为什么是师弟死呢？你们就觉得很奇怪呢，为什么师兄不死呢？为什么会是师弟死的，对不对？那自己画了不死，别人反而死。这个也是很妙的事情啊，这个当初写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写的。这个画的弯曲也不可以哦，就是说一条线本来是直的，但你画成弯的，哇，这个互相逞，就是大家心里不爽，然后你不爽我，我不爽你，就是大家互相心里不爽，互相这个啊生这个愤怒啊，互相生气。低下当损财，假如你画的不是很刚好在那个位置，稍微低下的，他说那个财物也会受损啊，就会散财，就会破财了。出则生疾病啊，他有规定呢，这个宽要多少，这个线条的宽要多少，你画的太粗了，你会生啊，就生病。画太粗会生病，画太细他没有讲。这毛病很多的，这个太粗也不可以，低下也不可以，弯曲也不可以，画断了也不可以，还要用右绕画，左绕也不可以，规定好多。我觉得这个比我画画都难。啊，他照那个曼陀罗那个仪轨啊，按照画那个金刚曼陀罗，这么多的这个规矩。不过画画也事实上啊，它本身来讲起来啊，也是一种艺术。我们画一条线啊，像世尊在画这个，我们画个竹子啊，画竹。要从上面这样子画下来，到了竹节这里要扭一下，然后再画下来，再扭一下，再画下来这样。那么假如这个墨水不到的地方出现纹路啊，有时候反而是艺术的，反而是很有艺术。那个水不够了画下来有透白，事实上竹子本身也有透白的啊，也有是透白，有一些线这样下来反而是一种艺术。要觉得这个苍劲有力，要直。这个竹子当然也有弯的，但是弯起来看起来就不刚直，就缺少了那种力量出来。画竹节就是要很直的。那么师尊在画这个荷花啊，荷花的这个劲的时候，你有时候用直的这样子一笔下来，这个宽度啊，最好是一样的。当然，我们也要讲求是宽度是一样的。那个直，那个莲花的那个茎啊，一定要有时候直一点有力，
而且宽度要一样，这个也是真的是功夫了。你这个笔哪不稳的话，从头那里下来，刷下来，中间嘣胖起来，再下来，不像个这个金莲花哈、哦，像荷花的这个荷叶的这个金呢、啊，就是一定要一条线这样子下来，要很快，而且要宽，一定要相等。这是有那个连那个点那个在那个连襟上面点啊，加上这个点，事实上也是有艺术的。你点的太多了，像长麻子一样，点的太少了又显不出它的那个，那么点的太整齐了，又不是这个好像说踢正步那个军队踢正步这样的，点的太整齐，要点的刚刚好又有艺术。大小又要等，有时候你点呢、啊，有时候可以点在外面，可以补这个线条的这个宽啊。你线条这边太细的，你可以要点在外面，就补线条的这个宽。这整个绘画本身来讲起来也是一种艺术。他这边呢讲的啊、哦，其实我们看起来是。事实上也有它的道理存在了。你画断了，有时候反而是好的。在绘画的艺术里面呢，像一重山画下来，那当中有断的，你可以把它想成，哎，这里啊，刚好有这个流云呢，啊，流云过去啊，流云从那边过去，哎，感觉上不一样，觉得很有艺术，好像。一重山，山中又有流云，那么底下又接起来，但是中间是断的，反而是一种艺术。那曼陀罗就不行，它断了，这个湿地会死掉。啊，曼陀罗说断了，这个湿地会死掉，这个画线不能断，不能弯曲。直的你画成弯的就没有力了，所以直的就是要直的，要有力量的。画的太低不好，粗容易生疾病，画的太粗了，他说会生疾病。以前我本身也是绘图官啊，我在制图厂，以前我在金钟的时候当测量官，那么回到做内务的时候就是绘图，我在编衣课，那么编衣课的时候画的是天天在画图，我们的那个图啊，每一支笔啊它有等分的，这支笔画出来的线呢、啊、是啊几分啊，一分的两分的三分的四分的五分的，也有粗的啊，大家知道那个以前那个圆规里面也有啊，圆规里面用手去用粗一点，然后沾墨水放在这个鸭嘴哈、啊，鸭嘴的这个沾多少，然后画出来用把它画细一点可以调细一点，画宽一点可以调宽一点，装上圆规的直线的话转就是一个圆啊，这个东西啊，然后画那个线呢、啊。要很美的，我刚刚开始画的时候真的是不好，